年纪这么红的、啊？哦，就是昨晚是元宵了。并且，其实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件事情。啊？你干嘛害羞起来啊？说好，其实我就是你小时候的朋友金莎，你还说你要娶我的，不许耍赖。哎，我女朋友来了，下次再跟你说。不这样。天气晴，心情雨。今天的表白不成功，没有想到俊杰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可能我们真的是没有缘分吧。算了，也许现在这样的他最幸福吧。那张姐，我们看俊杰在哪里呀、啊？嘘，在楼上。你总是拿这个理由来搪塞我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不要烦我了，喂，不要不开心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滴答滴答滴。这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啊？这个是我小时候用来哄一个朋友的。想要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吓死我了！哎。我开了心，只看到我不是妲己，要我解爱。我真是后知后觉啊，名字一样，玩的东西一样，而且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还发了那么久的呆，有事没事总是在我眼前晃，还成为了我的朋友。两个金莎真的是一个人啊。哎呀，林俊杰你笨啊。明天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，我一定不能再错过他了。我原来以为放弃才能让他得到幸福，可是他看上去并不快乐，所以我决定最后争取一次。明天我一定要告诉他真相，还要对他说，俊杰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老天爷，他要捉弄我了吧？我居然得了白血病。不行，我不要和俊杰相认，你再让他伤心。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俊杰。你真的不要再见见他，亲自跟他说吗？我不爱了，爱他吗？
张姐，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金沙？哦，他刚刚来过，现在走了。来过，走了。这是他要我交给你的。俊杰，谢谢你的关照，我要辞职离开这里一阵子，所以跟你说声再见，保重，祝你幸福，今生。没有重逢，为什么你要走呢？圣诞的人又与我擦肩而过了，我决定每天给他写一封 email， 希望他能够收到。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一定可以重逢的。